来靠边停车一下，靠边停车一下。运，车子先熄火。证件借我一下。车子先熄火。要绿灯啊，刚才怎么不走？你来台湾多久？Sorry. 他看到我傻了，绿灯不走。他看到我绿灯不走，吓傻了。我在对面，啊、然后他绿灯我想不走，要来问他证件。心虚啊。对啊，回去了，回去越南的了，吼、哦，还是要回去了啦，不要再在这边跑了、啊。